Ave. Yeah, I get that. I really am hungry, though. 观众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听帅说电影》。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叫做《温暖的尸体》。故事开始于一个似曾相识的经典桥段：神秘的病毒突然大面积的爆发，让人类文明直接陷入了消亡当中。任何感染病毒的人都会变成不死僵尸，无爱无恨，只对血肉有着不可抑制的饥渴。本片的男主是一个叫 R 的丧尸。一开场，男主就一直在思考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比如自己该怎么走路，该吃啥。而是一只爱思考的丧尸，他漫步在机场时不断思考，不断回忆。当一群僵尸围堵住了一个负责补给和侦查工作的人类小分队时，而将女主朱莉的男友杀死并吃掉她的大脑，于是便有了女主前男友的记忆，自然而然地对朱莉一见钟情，并将她从自己同胞围剿中救出，而将朱莉带回到一座僵尸聚集的飞机场。他把那里称之为自己的家，并让朱莉藏身在了一架废弃的波音767飞机里。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待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隐秘的藏身之处。勇敢执着的朱莉唤醒了是而内心深处被遗忘了很长时间的情感，而朱莉也渐渐地意识到，除了呆滞的目光和行动迟缓的身体，而似乎还有着她从其他僵尸上感受不到的一种特殊的东西。朱莉回到了人类固守的城市里，她的父亲杰之奥将军是一位从不手下留情的僵尸猎人，他带领着全副武装的警备力量保护这里的人免受丧尸的残害。与此同时，处在失恋中的 R 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惊人的变化，这让他愈加的相信自己与朱莉之间的联系和情感很可能成为拯救人类的关键所在。但是随着 R 与朱莉恋情的深入，却引起了另一个可怕的存在皮包骨的注意。最终在 R 和朱莉的说服下，丧尸和人类合作一起消灭皮包骨，人类和丧尸开始友好的相处，R 恢复成人类和朱莉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作为一部出色的末日爱情故事，同时还具备优秀的幽默感、浪漫感和乐观情绪。电影中爱的救赎是相互的，是一场对异类的救赎，也是人类自我的救赎。人类拯救丧尸的同时，丧尸也拯救了人类的冷漠和狭隘。在角色感情处理上，朱莉的情绪转化显得并不合理，深爱的男朋友被僵尸吞噬，她却不见一点悲伤，身处僵尸遍布的危险境地也不见多少紧张恐惧，就算是为了推动剧情发展，也太过有些刻意为之的生硬。关于这部电影男女主角的名字，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奥妙呢？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下关注，我们明天见。